一直给人娇小可人印象的周冬雨，好像怎么吃都不会胖，让所有女孩羡慕死啦。近日她录制节目，表示最近体重直线下降，后来才发现原来是有原因的，但自己却太迷糊，一直没察觉。周冬雨日前在节目中透露，最近暴瘦好几公斤，以防万一便去医院检查，结果竟发现自己原来有乳糖不耐症，而她以前爱吃鸡蛋和奶制品，就会身体不适。本来他以为只是普通胃病，没想到活了25年才知道有乳糖不耐症。原因一曝光，其他来宾立刻封他为小迷糊。果然是够冬雨作风，也希望他别再瘦下去啦，身体早日康复啊。